像我这个呢，就是虾仁拼排骨，然后它还有这个半生熟的这个很传统的这个荷包蛋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大胃王要挑战的是四拼。四拼呢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有了，所有套餐都有了。嗯，虾仁、排骨、鱼排，还有鸡腿，然后呢，还有千年不变、万年不改的高丽菜，还有酸菜。锅渣饼，你怎么了？是我被震撼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进来我就看到这个大小，我已经吓一跳跳了。然后我再看到爱家刚刚很兴奋在摩拳擦掌，我没办法接受。吓死了。因为他们刚刚又吃了五碗的那个鹅阿饭，然后又茶泡饭，现在又是空综合饭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到底有多重，空盘子0.95，差不多一公斤，快一公斤了。好，四拼2535克，1585克，哇，一公斤半，差不多1.6，哦，1.6公斤了，1.6公斤。你觉得他们多久可以吃？我不要再预测了。好，来，我还是要再跟你回来。你要凹回来，500块都凹回来。来，你要凹回来，来，同时两个都要哦，这次两个要吃光。对，你觉得多久时间？差不多，以他们刚刚的速度，20分钟。20分钟。好，我25分。25分。因为他们刚刚有吃蛮多的，看谁最接近就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不对耶。对啊。我25，你20才对，因为你要对他们比较有信心啊，我对他们比较没信心。好 ，OK， 对不对？20，拜托啊，20，你20，我25，20，对，25，好 ，OK， 30分钟计时，开始。排骨一份吗？看你的感觉，怎么样，爱家？我觉得它比有裹一层薄薄的粉，然后咬下去脆脆的，然后又带点甜甜的，是，好好吃哦。真的是古早味，但是那虾仁，而且虾仁好大，好饱满。这酸菜很重要，太重要。酸菜是很重要。哎呦，爱家已经开始在北奔了，然后26分钟，还有26分。哎，而且我发现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它的虾仁是有一种 Q 味的？嗯。而且它虾仁炸完之后，它完全没有腥味之外，老板是不是还有加一种酱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甜辣酱。有点甜甜的，对不对？甜甜辣辣的感觉。还有可以再要一个半熟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还要酸菜。我也要酸菜。哎，你干嘛一直拉我？哦，套一句木村拓哉说过的话。我一心呢。哦，有木村拓哉有说过，他一定没说过这句话。加两个蛋，加双蛋。喂，不会有外差。你不急，你慢慢来啦。好，谢谢。哎呦呀。套一句周润发说过的话。周润发说过什么话？好美啊！来啊，来啊！要这样是不是？来啊！套一句金正恩讲过的一句话。马修哥哟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卫生汤啊！哎，不等，慢慢吃，不要急。没有，我看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奇怪。还有19分钟。加油！哇塞，艾佳，你把白饭全部吃光了，所以你是先吃白饭，然后等一下再吃肉，对不对？对。2.5公斤加这里差不多1.6，其实已经超过4000多了，还有刚刚的那个茶泡饭，至少4.5公斤的，所以今天你们至少吃超过5公斤的食物。哇塞，然后还有汤。还有刚刚中场休息那个没有录的时候，他们喝了3杯手摇杯。对，哇塞，你们今天已经超过5公斤了，可怕。Respect， 尊敬。发现雨欣有了卤汁跟酸菜之后，速度变快。对，他速度加快了。爱家快吃完了，爱家的最后一里路了。爱家，如果现在老板说再送你一碗，你吃得下？这个你吃得下？还可以吗？小碗的。那如果是双拼呢？可以啊，就是这个的一半。这个的一半，你现在吃得完？应该可以哦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我想要。鱼排跟虾，请问我有荣幸可以摸一下你的肚子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错。
有鼓鼓的吗？皮的。没有，其实是蛮鼓的。侧面，我们看一下侧面。你看我的。7分51秒，所以现在已经走了22分钟了。嗯，最后30秒。现在走了22分钟了，嗯，所以哇，那我输了，赢了啦，那我输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输赢的问题，这完全是一个尊敬。雨欣也好厉害哦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他吃的慢的人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吃的快就吃的多，他吃的慢，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快，对，又来了，人类战胜食物的一刻，哇塞，这个也是一碗的吧，这没有半碗哎。